平常的怨气到现在爆发啦！平常不开心的对，徐运祥。他只要子弹还没打完就还没死。瞄同一个地方打、欸，真的、喔，是啊，你这样欺负他、啊，他都瞄裤裆了，屁呀、啊，动不动都你还屁啊，太帅了，就卡了，好了，停战。今天的天气实在是不错，乡里又挂彩了，还好还可以，跟哪里挂彩？没挂彩就这样，这样帅。你哪里挂彩？走走就掉，你挂彩没有了，没事了，还好了。真的，因为上一次也是还好，然后现在爆成这样。啊，医生看就爆成这样啊，我什么办法？嗯，医生看不是说你那分离了吗？对，他说我分离了。分离了。分离了。哪个分离法？这里。他说这边的骨头啊。真的哦。他说他本来是固定的，但是我分离，随便我这边会酸痛。哦。他说，可惜，刚刚你他妈跌倒应该要拍一下的，可惜没人拍，跟上一次一样。到那边有证据。你打完了这么快啊、喔？打没两下就要休战了。你拿五发跟他35发打，好像不太对。